大哥来了！擦，大哥，来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想打趴我的人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倒水呢，你等一会儿。你等一会儿，我再跟你打啊！是这样的，不把人凑个半死。援军出击！跟我致命节奏打，他闪现了。那他肯定回家，我们也回家。感染只会越来越多，这奥密克戎太猛了，变异了，传染力太强。我曾经在厂子里流血流汗替别人赚钱，现在反过来了，我更喜欢这样。剑魔怎么不说话呢？剑魔，剑魔不应该给我来两句吗？剑魔是吧？剑魔，回来吧你剑魔！靠娘呀，再见。你咋的？我是给你点面子了，我发现，我先吃个药啊，假装打不过来，让他先过来来，让他把E交了来，掏回来，谢谢你的双 buff， 这就就得来一招欲擒故纵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给他来一招欲擒故纵，这小子不能追。我们上单自减员，想跑？哎呀，卡我位了，往哪走呢？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？你给我打他！那咋这么多人啊？随便打，来打，来打！啊，嘟跟，给我追！谁也别想活着，我回来吧你！追不上了，算了，跑太快了。回来吧你！哎！
死不了，没事啊，没事没事。怎么的建模？什么意思建模？打一架呀？你觉得我怕你吗？那你可千万别打偏了。我打我的，谢谢你的凯旋。螳螂不上这波我死，螳螂上这波双杀。回家了，嗯，钱不够。把头都给你们打破，钱够了，回家出破败。回家干嘛？回家出装备呀。他们以前说我是个畜生小子，哼，现在小子长大了。现在这月塔随便杀了剑门四拳应该就能死。我要是能找到我老爸起飞了，回来吧。哎呦，卡杜根就是太笨了，目前来讲就是没有移动速度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八分钟一塔，我们争取十三分钟上高地。回来，跑得太慢了。哎呀，我啪啪回来吧，你啪啪啪啪啪啪。他还有一段大啊！啪啪啪啪啪，闪现，回血，好，好堂堂。堂堂还敢来呢？回来吧你，阿杜根，
打个蛤蟆。回来吧你阿东根，兄弟们人有点多，先给我杀个螳螂行不行？先给我整个凯旋，人有点多。吃点负 eat 啊，负的。牛腹的啊，不是牛腹的，是这排骨 pig 腹的。我不喜欢刀子。当你在高处的时候，总有人再想把你拉下马，他们抓住你的脚，把你的漂亮鞋子弄得一塌糊涂。13分钟，刚刚好。肯定是快要打架了，我感觉毛都立起来。我们不理他。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Shut down。回来，啪啪啪啪啪啪，阿杜根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Double kill。你在给我搓澡吗？该我了吧。他们说我是个恶霸，但我觉得自己是个干事业的。回家了，我得拿兵复一下石头。只要说话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不行，跑得太慢，还是这个吧。不说话装高手，那肯定是不能说话。假装我们自己已用信息05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I owe you. 来个表情。这地方在我来之前。也播吧。这碗猴。这碗猴。回来吧你。啪啪啪。匹配了。啪啪。阿杜跟。啪啪啪啪。赶他吃饭。赶着吃饭。